上的不和都有形迹可循，皆可转念平息。上天给了我们最尊贵的道，指引一条最捷径的路给我们走。至于在环境上、人事上、心境上的一切困难，都要靠自己的智慧去突破，以历练我们的应变能力。有鉴于近年来怪力乱神之事层出不穷，而且已入侵至道场，后学智慧有限，生怕讲得不好、不圆满，辜负中心灵点传师的慈悲提拔，各位前贤的厚爱，既已成命，唯有全力以赴。希望后学所讲述的重点不会相去太远。首先，后学引述今年六月份在花莲瑞穗举开的坛主讲师班，活佛老师慈悲灵坛所批的训文，与各位前贤互相探讨，就可知道现今时刻模考的严重。及勿妄语，还群魔其非吾身降之关键。智者脱网罗惨惨惨，考验修道子。扪心自反省，持戒离诸恶魔君似呼啸。贪吃妄想被探探探，做贼为孽子。幕后大洗刷会幕清查之术，流飞就尽。旁门或人眼，醒醒醒，莫做魔孙子。暗淡逢明灯，皆引万人家的亘古秘宝。方寸耕耘牙，哈哈哈，修房教牙子。无奈济公活佛领了，指龙至佛城进门一叩，黄圣荣问声爱徒可安平，哈哈。种种征兆早预告暴风雨前小动摇，头脑清楚莫盲，从幕后到考魔也考，修士谨慎智慧判佛魔拔河在今朝，正气凛然驱邪气，大刀阔斧斩除妖，牵一把而动全身，一触即发排山倒，拨乱反正人有则，退缩不前非英豪，怎可袖手冷眼观为利，试图上计较，虫之所生物先腐，祸乱之源由心脏，莫言与我无关系，是观众大可明晓，不持天命的书圣鬼怪，岂敢瞎胡闹，国外异象纷纷起，国内戒备不受扰，神道社教刺激，翘先说后应莫轻瞧，感恩心存不由调，尊敬先佛功心表，不持道场的清净坛主讲师职责挑，临危不乱处不惊，正知正见习浪涛，二清净己心莫者形象，在天道道场里，神道社教是天道殊胜之一，解窍开沙只是权宜之计，目的在起化迷津，引迷入悟，自从大道由老前人传入台湾至今，已历经一甲子，在诸天仙佛搭帮助到慈悲成全下，人才一批批出来，让天道在短短数十年中传遍世界各国，也因大道普传到亲人数众多，难免素质良莠不齐，少数贪心妄想之辈借机坐拥山头，称师作祖，鱼目混珠，扰乱道场，导致正道混淆，影响众生慧命甚巨。因此近年仙佛一再训示魔王已出世扰乱道场，社会上许多神通灵异渐渐入侵道场，面对这些神通灵异，要能不贪不妄，面对冤欠则无求无忧无惧，只要诚心叩求，实心忏悔，加紧行功立德，恳求老母慈悲赦罪，切勿轻易求助于神通。
到手，一个正义凛然之神佛是不会借用的，所以真正之仙佛是不会自诈佛格，而借一般道亲或非道亲来扰乱佛规。而南海普佛、弥勒祖师一样不会胡乱借窍，唯有正宗之先天佛堂与三才，加上适当之因缘，仙佛才会以此神道摄教来开示众生。其实天道不以神通来摄受众生，而强调认理归真，即是要与神道划分，因神通并不是仙佛才有，阿修罗魔王、山妖水怪的神通亦是非常惊人，所以用神通来摄受众生，最后会产生佛魔难分的情形，所以道场中的显化都是初步接引，然后再以道理来成全。显化只是一帖起信的药方，当道亲对道有了认识与信心之后，当然不必再服这帖药了。
声称成立